看看米莱迪加强的好不好玩，兄弟们。清一色，别啊，还没到麻将时间呢。哦，已经41分了，求求你们，我再不想连输了。放心放心，我无敌偷塔。6连胜，我是巅峰强者，好兄弟，我怎么感觉别是的呀？别怕，猴，我在你身后。咱们还是主一技能啊，主一技能。好久没打钻石了，不知道钻石的兄弟过得还好吗？也没下来看望看望，是吧？毕竟这个最近老是打王者局跟那个星耀局啊，星耀局都没打了，只在王者上面送星星。也没来照顾一下这个钻石的同学，还是要送一送，送一送。这就交闪了，哎，还可以啊，这感觉加强后的米莱迪，那个好。诱惑过来，给他一个大招，锁他的猴。哎哎，大大大大大大大，哥哥们加油！6666，赢一把就够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午夜12点，赢一把我就睡，是不是？赢一把我就睡。点他点他。这个人好坏呀。怎么没声音了？我开麦。喂喂喂，刚才没声音。这可以可以，要开了关，这就有点憨了。他蹲草把我蹲了一波，不是，我看他这个走位不像的呀。哎，他能不能去游走一下？我想把这个塔给拔了呀。我一套能把他宰了吗？哎，我现在伤害还是好高啊，就对着坑。能被咬死吗？差一点了，怎么？哦，他把小机器人都清了，他那个大招伤害还是够的呀。我看我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怎么有的时候我看别玩个米莱迪那个小机器人猛的不行，他硬是把我从这个塔追到那个塔打。你像玩米莱迪那个二技能，要往中间的那个兵那里放，对吧？然后他自己会把那个兵给清掉的。这可以压塔了吧？这一个大一个塔吧，应该是。这是，你这不是搁这闹？哎呦，我的小机器人猛起来了呀！这好嗨啊！对着啃，害怕，我不知道他们那个，不知道他们那个那个在哪，啃他啃他啃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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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可以啊，啃了他半管血，对。嗯，这塔不是随便拿了吗？哎，我现在一技能伤害好高啊，感觉，因为他飞慢了一点，他原来那个一技能飞太快了，打不了多少输出，他现在飞慢一点，那个一技能打好痛啊。怎么呢？搁这跳舞？你搁这跳舞？嗯，上去给我啃！哇哇，啃啃啃啃啃！嗯，能不能给我个二技能？可以，把这个法强都给它做出来。嗯，新模式玩不了，是的，别进新模式，进了新模式就卡没了。新模式太好玩了，可以。你为什么喜欢在发新模式特别好玩，把别人骗进去，那个号今天晚上就玩不了了？你非要锁这个直播间自己人的猴吗？嗯哼，伤害真高。他这不是送，他这怎么敢进来呢？小弟们跟着我走。好，小机器人给我啃。可以，他让我拦呢，真好。下路下路。有帽子嘞，我现在这个伤害就很高了。哇，这一下就啃没了呀。我跳搁这闹，都死了呀。哎，不行啊，他这个一个大招，他这一个大招还是挺猛的呀，能把小机器人都清了。我们直接补大贤者之书行不行？就不要法穿了，把伤害给怼满。说的我好好奇，我在想我要不要也玩一下。如果你想你的，你被系统给锁住，你就可以去玩一下，好吧？比如说你这两天要做作业了，你就去锁一下自己的猴，兄弟们。或者你晚上真的睡不着了，你去锁一下。好吧，你就去派对大作战一下，包你玩不了。小机器人给我啃。都打死了，太猛了太猛了。这推塔是好玩呀，这推着推着人家都没了，这么一生推推没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